那些没有看到建言的人是怎么走的？不知道到底是谁去发现的。总会有第一个人看，哦，那边有个缺口，一定可以走。他们是开拓者。哪有下去啊，大王啊？我敢下去会死吧？哦，看到我都不想打那只东西，麻烦，太恶心，又烂，又臭又长。哦，我要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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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惊心动魄。妈的嘞！音高又把东西放在那个要跳的地方，恶心！哦，上面有路。王八蛋，你那边射！哇，巨斧仔！阿杰，哎，阴险人，不想打有霸体。这个也是防身类敌，对，没错。哦，所以现在有三个大剑仔在那边打架，三个自缺，三个狮子仔，三个狮子仔，看谁看谁的真蓄力，他根本不会动啊，好惨。